Choice 等级的雪花牛涮啊涮。不过仔细看这个 shabu shabu， 不要赶快。那这是我们的麻辣烫，是小麻小辣。那这是我们的水里一红一白分两边，明明是麻辣鸳鸯锅，但却是迷你版，瞄准单身贵族口袋，嘴馋门蛋。红白萝卜、洋葱、粉葱、凤爪、猪骨熬出招牌水里骨汤头，辣汤马筋搞干。像什么肉豆蔻啦、白豆蔻啦、小茴香啦。朝天椒、特辣鸡心椒、豆瓣、豆豉，20几种香料炒出这一锅川辣红火。吃火锅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。嗯，对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那有这种个人麻辣的、啊。吃麻辣锅不用掏500-600块，呼朋引伴，一个人想吃就来，钱只要花一半。单身族的钱越来越好赚，开店才4个月，最多一天就卖掉了100锅。我在18岁那年，我就去接餐厅的那个伙食，可是因为我觉得年轻嘛，就还好啊。那个时候我可以兼3个工作，在餐厅还去 7-Eleven 打工。敢加入台北东区战场，60年次的 Jason， 18岁就从可丽亚月领18K 服务生开始干，餐饮界打滚25年，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账单设计，这样会比较方便，不会打扰到客人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在每个椅脚下方，我们都设计置物栏。吃锅享受一个人的自在，单身贵族彻底被宠爱。东森新闻叶炯龙、吴佑树台北报道。